好的，主播，画面上您看到在战机里感谢美国和北约的这名乌克兰空军飞行员皮尔西切科夫，就是在当地周五25号不幸殉职的其中一名军人。皮尔西切科夫他的军事呼号是 JUICE， 是乌克兰一名知名战斗机飞行员。他曾经在去年到访美国接受 CNN 专访，他的死讯也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不舍。Український офіцер – один з тих, хто дуже допомагав нашій державі. Дуже. Мої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Усім, хто знав хлопців. 根据乌克兰空军表示，这起战斗机相撞事故发生在乌克兰北部的日托米尔州，有两架 L-39 战斗训练机卷入事故，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军方还表示，这些飞行员的梦想是能驾驶 F-16 战机在乌克兰天空翱翔。美国华府才刚刚宣布批准多个欧洲国家对基辅移交 F-16， 没想到这些飞行员却遇上死劫，等不到实现梦想的那一天。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